请收看《唯心世界》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。请各位同修，我们共向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，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，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，北移韩国蚩尤后裔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，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列宁，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列宁，当下一佛过堂上过府堂中列祖列宗诸祖灵行三拜礼，一拜再拜三拜，好，我们共向玉皇大帝开天九大菩萨行三拜礼，一拜再拜三拜，阿弥陀佛。各位唯心圣教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李监事代表，会长吴光启会长，秘书长袁毅法师，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，当下我们参加浴佛的唯心弟子贤士同修，阿弥陀佛。
啊，今天是辛丑年，啊，七月五日了，也是我们第八十六堂的浴佛大法会。七月五日就是归魂，归魂卦。啊，归魂要归到哪里？要回归蓝天净土，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。所以九大菩萨的圣座，在昨天，下午呢，就把它安奉上去了，九大菩萨，我们也仰仗九大菩萨的加持灌顶接引，我们列祖列宗诸祖灵，赛佛浴佛坛城上。列祖列宗诸祖灵，双法界三界万灵，皆得回归蓝天净土，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，才能了脱生死之轮回啊！所以今天七月五日了，时间呢过得很快，在七月令，台湾。按中华文化，就是说是鬼月节。事实上，七月会不是鬼月节，是大孝的大孝，超度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，离开生死轮回痛苦的苦海，所以我们。谨遵王禅老祖师尊的圣事，我们举办了这个赛佛浴佛，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。那么要回归蓝天净土，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，务必要把身心所有一切罪业洗净，自己灵魂界要洗净。确实有困难，所以我们才遵照王禅老祖的慈悲，九大菩萨的慈悲，传了浴佛的法仪，所以浴佛、浴圣、浴祖灵，这是大孝。平时我们在家早晚要拜拜祖先，但是。时间点、空间点不一样，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赛佛浴佛大法会呢，105天，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，来全权负责，把这个浴佛办好，到当下，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。在各位维新弟子同修，你们的浴佛、浴圣、浴祖灵，的虔诚之心，都得到相互的印心觉明相辉映了。所以今天又是七月令，七月令呢是大孝之节，盂兰盆法会，我们这就是对于祖先，有的往生之后，离开世间了，但是他的意识里面还在灵魂界，还在受苦的很多。因为世间上的贪、嗔、痴、三毒，还带着贪、嗔、痴、三毒的痛苦，回到灵魂界。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之间，悔恨、贪欲、不满等等呢，还是放不下。这放不下是最麻烦的。所以目犍连，修成阿罗汉的时候，
啊，他就到地狱去看找他的母亲，啊，结果看了他母亲，啊，在地狱里面，在那受痛苦，啊，也没有办法吃，也没有什么可以供养他，啊，在那里是挨饿，就是在饿鬼道，啊，所以这个穆建莲很烦恼，啊，为了大孝，所以才请，佛陀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为他的母亲开示，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才告诉穆建莲，你要，恭请，啊，高僧戒德有修行的人依法来修行，来将祖灵啊牵出来啊开示啊，尤其呢啊那要供养法师啊，供养十方大众来去去的大众，给他们吃，给他们供养金。而，啊，他的母亲原来在世间的时候啊，这个吝啬啊，而且非常不人道的行为对他的布施啊，这是各种的凌虐五日，所以色身死了啊，那么的放掉了灵性，就坠入黑暗的地狱啊，所以在地狱里面第一界啊受苦。那么祖灵受苦，子女也一定跟着同样的受苦啊，所以啊，这整整一个月啊，这个布施供养法师啊，为他母亲开示啊，一个月农历的七月底啊就开悟了啊，见性了，觉醒了，才从地狱里面拔度出来，才有今天的盂兰盆法会啊，所以七月节啊，我们讲的都是鬼节，事实上也是鬼月节啊。现在七月五日了，归魂卦都是告诉我们啊，灵魂界啊的兄弟们都一直在找回家的一条路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么久以来啊，八十六坛以来，每天所修的、所做、所行，都是在超度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，在超度啊的这个过湖堂上诸祖灵，十方法界3000000灵。战争王子金明艳灵，啊，这种来时机去时宝，啊，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的深远重大。那么我们所有维新弟子，啊，原来我们开始就要回来忆佛、忆祖灵、忆圣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啊，受限，所以就只有少数同修来代表御圣、御佛、御祖灵。那么现在已经台湾疫情，在列祖列宗还有三祖老祖宗的庇荫之下，台湾的疫情已经进入非常平稳的境界。在昨天啊，7月4日。原来只有3例，结果昨天呢，
又升到十二粒，啊，十二粒也是，啊，还有还要努力，啊，所以我们的期盼，我们列祖列宗祖祖灵，啊，三祖，啊，龙天护法，啊，护佑台湾人民的大家平安，啊，做功德无量，啊，在昨天，哦，有感而发。啊，这次的疫情是5000年前啊，涿鹿之战恩怨情仇啊，在空气中沉积了5000年啊，到现在才又爆发啊，那么爆发出来还是要以蚩尤地主、神农炎地主啊，轩辕皇帝祖、三位老祖宗的龙天护法来协助我们台湾人民趋吉避凶啊，天恩永续，解冤释结，消灾化解啊，这个和我们赛佛都有相当相当重要的关联性啊，我们现在还只有20坛啊，所以20坛也是很重要，所以我希望维新圣教过分出道场的法师、讲师、贤士同修啊，能够回来啊，浴佛大法会的坛城之前来浴佛、浴祖灵，这是一个大孝。啊，所以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提醒，也欢迎各位啊，大家就回来啊，来参加浴佛、浴圣、浴祖灵啊，大家同登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彼岸，这是真正的归魂卦。好。那我们现在来回向，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恭向列祖列宗行三拜礼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好，我们转过来，恭向王禅老祖及开天九大菩萨行三拜礼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阿弥陀佛。啊，各位维新圣教，啊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，李监事代表，啊，会长吴光启会长。秘书长圆义法师，我们所有的幻变学院诵经法师代表，啊，及大恩寺、过分寺道场代表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今日今时已经是啊，辛丑年7月6日。也是我们赛佛第87坛哦，啊，在昨天一个很好的喜讯，就是台湾的疫情已经降到4位，1234的4位，
啊，若是这样继续下去，很快的会零确诊了，这是大家的福报，大家的功德。啊，尤其我们维新圣教，所有贤士同修，啊，智慧长文，啊，带着会友，啊，大家努力用心的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，作为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功德本，终于应验了。尤其黄山老祖道教出航，从涿鹿诸战开始到现在来已经五千年的恩怨情仇，在整个中国啊一直在发生啊不和谐、不高兴的斗争、战争，这是我们列祖列宗诸祖灵魂受到蒙羞啊，所以我们谨遵黄山老祖圣事，自2004年开始举办第一寒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，在台湾的林口大体育馆，汇集优秀三祖儿女36000众，在林口大体育馆香花亭、香花营啊，歌舞升华，由各界啊来表达三祖儿女和谐的心声啊，所以我们谨遵黄山老祖圣事，和列位祖先15615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的要求啊，要我们升坛15坛啊，由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啊的努力之下，在2021年的1月1日，15坛圆满了。在圆满的时候，列祖列宗诸祖灵也当场开示了，要为台湾的平安而平安。当时我也没有意会到今年这个疫情死灰复燃，所以在黄山老祖圣诞3月26日奉送法船之后，在台湾的疫情爆发了，我才体会到列祖列宗要为我们台湾三祖儿女的平安而平安，原来是这么的意味着。所以在4月8号前，老祖又开示了啊，列祖列宗们，我们把他们请到台湾来，光降在维新圣教三宝寺、汉禅西山仙佛寺、千佛禅堂，受我们供养，
但是一件还不足的，就是要晒佛浴佛啊，送奉送列祖列宗诸祖灵，灵归蓝天净土，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，以为本愿。所以在八卦圣城，在三十三天王座前，在维新大道啊，举办僧坛晒佛105天啊，105天的功德天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也就将这个旨意转诸祭祖总会秘书长圆义法师啊，务必要辛苦一点，为整个中华民族未来千秋万世的和谐，所以要105天把这个办好。秘书长圆义法师二话不说，好，哦，我就办，会努力把它办好。啊，我们同修，大家也都很高兴，自动发愿来护坛的，24小时护坛。啊，我们的刘贤士和香积族维新圣教学院啊，斋堂阿琴啊，一起配合，还有我们幻贝法师每天恭送诸经来禀报啊，来回向啊，经宝的功德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，能够心开意解，顿悟无生华人啊，借得能够随佛往生蓝天净土和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，我们努力的做，终于办到了。